澳门沙地王大赛，是澳门的二级赛，马上展开了。所以马匹准备就算一起步的时候呢，咦，见到中间的俱乐部呢较为快一点，但豪安标的外档拍上来，大外档还有宝鼎明珠呢就较为快一点，然后日盛王朝呢在这个内档才见到有蓝天白云，外面拍上来洋葱王呢反而出不到闸，后面跟着个红日之威在这个内档呢白玉区呢就在这个尾二尾三的位置呢就拍着这个晓晨，最后一只呢梗是红裤仔来的啦。好啦，转第一个弯的时候在内档的这个俱乐部呢黐住栏，但是有人过头啦，那隻豪江標記在外面摔了上來，洋葱王進入上來，這個第二位第三名的在內檔的就是這隻俱樂部，一個馬位跟著有三隻馬在內檔的日勝王朝，中間騰了內多少的呢就是這個寶鼎明珠，外檔的然後在見到那隻曉神藍天白雲那些都是走這個外檔的，紅日之威摔在這條內欄那裡，再後一點的然後才見到還有隻紅褲仔零零丁丁包尾尾嗰只系白玉区，好啦，去到对面啊，六百米嘅段柱嘅时候，喺前面度放头嘅咧，仲系呢个豪江标记啊，黐住条栏咧，但外面拍住佢一齐嘅呢就系呢个洋葱王啦，一个马位跟住嘅咧喺内档嘅呢就系呢个俱乐部，中间嘅呢日盛王朝，再数出去出边嘅咧就有只晓神啊，然后咧哇只蓝天白云啊撞到平拎碰龙啊，撞咗一轮之后咧啊，见到喺外档度啊，喳喳声咧如飞冲杀上嚟嘅咧，仲有只白玉区，好啦，白玉区咧已经知咗出嚟噶啦。守住第二位的就是这个俱乐部啦，然后红裤仔在大外档那里如飞冲杀上来，哎，都是这几只的啦，没办法的啦，直冲过终点的呢就是白玉区第一，第二名过终点的俱乐部，第三名的红裤仔，第四名哎呀洋葱王洋葱王都顶回第四，澳门沙地王大赛颁奖仪式现在正式开始，胜出这一项赛事的马匹是一号白玉区，首先有请澳门赛马会董事局董事兼秘书长关乐仪大律师将奖杯颁发给胜出马主 Vincent， 恭喜晒 Vincent 先生，接着有请关乐仪大律师将奖杯颁发给胜出练马师李家辉先生，恭喜晒李家失辉先生。接住亦都有请关乐仪大律师将奖杯颁发俾胜出骑师路易斯先生，恭喜路易斯先生，亦都唔该晒关乐仪大律师。喺呢个时候，主礼台将会拉起彩带。有请台上咁多位嘉宾影翻张合照留念。澳门沙地王大赛嘅得主已经诞生啦，系由白玉区脱颖而出。喺呢度再一次恭喜胜出嘅马主、练马师同骑师，而我哋嘅颁奖仪式亦都已经顺利进行啦。请各位嘉宾留步，开香槟继续庆祝